阿葉問，佛山永春派師承陳華順，請咁多位師傅多多指教。誰批准你教拳的？我真的不知道什麼規矩。你班衰人，什麼上來學拳？在香港開武館這麼麻煩，不如不要教拳了。拳我會繼續教，錢我一定不會給的了。如果沒有我跟鬼佬疏通的，全香港這麼多間武館可以平平安安地教拳嗎？但是我們作為人家的師傅，是不是要好好地先教好自己的徒弟呢？我哋中國武術就唔得。你認為分勝負重要啊，定還是同屋企人食飯重要？